这班新快速到敦贺，往西湖方向。那另外一条是米原啊，因为琵琶湖是环状的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要去琵琶湖的要比较注意。那我们只是到京都而已。车子有小误点哦，新快速列车来咯。好，我们坐的新快速中间停的高乘就到京都了，大概25分钟，好多人啊。京都 Kyoto 排队上电梯，好啦，中央口出去啦，好多人啊。我们在京都车站二楼的 Mr. Dona 有看到台湾的粉桂口味饮料。爸爸买甜甜圈给你，阿姨坐坐啊，啊，那你慢慢吃哦。爸爸去等饮料。你刚才不是说都要叫艾希吃吗？结果你吃几口给阿姨哦，你怎么那么好笑？哎呀，你给吗？这是我们在 Mr. Dona 叫的两杯饮料。上面都写来自台湾的粉桂，我们来喝喝看啊。嗯，这个抹茶口味好像台湾没有看过呢，好像还蛮不错吃哦。知道他买这个啦。这是草莓啦、啊，这个是芒果口味啊。哦，这个是好吃呢，这个台湾没有吃过的，虽然也是草莓口味。在东张西望找阿姨啊。这是著名的 JR 京都车站。OK， 巴士的那个的售票中心。东京，不是东京，京都塔。拿隐患券换那个京都地铁一日券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这里是西日本JR巴士卖票。